大家好，又是我香口卡，今天要玩的是 GTA Online。今个星期呢，机动作战中心的机动作战任务就做了三倍的。当年呢推出军火走私这个 DLC 的时候呢，我都未说是很认真地经营这个 channel 啦，只是出了三条片啫。趁今个机会重玩一次机动作战任务啦，就当是一个补完的计划啦。咁都順便解埋佢嘅生涯挑戰啦。軍火走私呢個生涯挑戰呢，第四級呢其中一個就係在十分鐘內以困難難度完成各個機動作戰任務嘅。我都係爭呢一個。咁今日就順便挑戰埋佢啦。保元計劃啦，第一個玩嘅惡劣天氣形態呀。Go go go。嚟啊嚟啊嚟啊！而家你要玩喎，你揸車，你手車好啲。哇！而家你講啲，哇！你手車好啲，不過都係你手車好啲。要教翻个时间十分钟。哇！点解冇爆到咁多个地雷？啊！梅里威斯直升机喺前面啊！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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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地面啲敌人嚟个放地嚟喂！我中枪喂！直接铲过去啦，唔使跟 GPS 啊！而家去咗边啊？去咁黄点啊？去咗黄点，啱嘛？去咗黄点啊！呢支嘢个呢个支嘢个射程真系好鬼少。诶，放低佢啊！好用啊！要癫啦，要癫啦肥！好 ，next next next。你直接铲过去细机场啦，咪直接铲过去沙滩海岸机场啊！细机场，虽然佢都系细嘅。佢系偏细嘅，喂！我一开始仲赞你手车好，人咧系要即系脚踏实地，赚自敬咧系唔会有，唔会有结果。由你把口讲出嚟，即系女人唔识揸车啊！你平时用男嘅男，你平时话你咁样，我唔会咁样讲嘢。平时我用男角都唔见，平时你用男角都唔见你揸得咁差。个太太都会突然间升起咁样，唔需要助跑佢嚟，突然间突然间好似反咗重力咁样。咪好似你咁咯，你都会突然间升起啦，系咪先？你嗰只机。你唔知啲啊，我控制唔到。哇哇哇！佢压落嚟。吓吓吓！真其实系随笑随机嘅，系啲嘢，同你人生一样。阿爸，已经醉咗，有冇谂过？咁多太。
Attack on Titan。咩话？我要进击，进击巨人。咩进击巨人？Attack on Titan。O K。大大打我，我突然谂起，我唔知，我突然谂起。你下次讲难嘅，大声大声啲。都冇信心呢个难嘅，你唔好，你喂，太快行得太快，行得太快，个射程射唔到。你咁冇自信讲个难嘅出嚟，我真系 get 唔到。好咯，咁最低。仲要拦截埋仲有一只运兵直升机，过咗五分钟啦，排队尾大概应该大概过咗五分钟。揸呢架车好难快啊！啱啊，就好似卖货揸呢架车系最讨厌啊！哇，火车讲过去之前过。我点知啊？有心理阴影啊！啱啱我俾阿火车撞爆炸，唔系未试过。吸引力法则啊嘛！啱啊！佢想当年佢要躺喺个路轨度逃脱嘅时候，大只嘅火车出现，然后撞爆架车，都唔系当年啊，几个月前嘅。系啊，当年就试过喺条铁路桥度，两架大车一齐炒埋。到而家应该仲有好多玩家想尝试去整停架火车。佢未死嘅。系咯。出现啦！佢突然间出现我呢架机啊！行得太快，就系射唔到啦！射唔到，啱啊！就系射唔出啦。OK OK OK。诶，唔系喎，仲揸地血原来。OK OK。好，将 Sal FV 送翻投放点啊！送三点几公里。三点三分钟应该行到三点几公里嘅。而家应该仲有三分钟左右剩。哇！咁痛苦嚟，最紧要十分钟之内完成任务啫，啲敌人死唔死晒都冇所谓。我依家开咗枪，啱啊！射中咗个弱点。好嘢，搞掂啦！十分钟轻轻松松。吓、啊？爆炸嘅，爆炸嘅，55,440。杀咗 FV 出嚟。咩探员被杀死了啊？加埋杀咗廿个。O K， 十分钟内以困难模式完成机动装备任务一个。
小孩啊！嚟啦，下一个系恶霸半地战车啊 ！Go go go！ 白兰氏，白兰氏，但系啲人话 O P 剪得几好睇 ，O K 啦，嚟啦。其实呢一个任务前面呢句系冇乜意思嘅，落草救生艇呢个位置上嚟啊！冇嘥时间啊，十分钟嘅咋 ？O K， 我死，笑死我！出翻去再开过啦，你。笑死啊！吓，诶，恶霸半地战车，再嚟个，冇嘥时间啦，直接过去啦。系一个特殊许可美军装备。呢个位真系嘥时间。走啦！好啊，你同佢讲，我同佢都系要嘥时间。佢限我哋十分钟内完成任务，但系前面整啲嘥时间嘅桥段俾我哋。你睇下 ，crash，crash， 咁明明内弯咁鬼大落。边度会有浪啊？内湾屌，地理嘅识条添咩？我地震，一住等候指示，咁样已经嘥一分钟。静候，静候指示。诶，求其垃圾先，垃圾先 T V。系冇意义嘅，睇佢 CCTV 之后都系开战噶。真想到我门开张，家东嘅包容才能遗憾在先。好似已经重复紧啲镜头，系咯，重复紧啊！睇紧嗰啲镜头嘢，一二三四一四个，我已经睇晒四个，要睇咗两次啦。好似已经被人发现咗啦，唔紧要啦，你惊到咗佢，发现咗，哎呀 ，feel 到有船 ，feel 到有船咋？多啲嚟密啲手啊，唉，唉 ，reloading， 啊，好痛。呢个成啊 ！Everybody shoot you！ 诶 ，cover me！ 佢未死？点解我点解红咗啊 ？Cover my back！ 我都 cover， 我红咗啊！cover my back， 我都闻到你，我红咗，我红咗啊！我而家 hit 紧嘢，仲要唔俾我转武器？唔使转啦，谂住用啲重火力少少嘅嘢啊！你转就得咯，我嘅意思系就当重火嘅嘢啊！我连保都保唔到，败者！如果我咁样锁咗我个锁咗个镜头嘅话，诶得啦得啦。得嚟啊，走啦！时间唔等人啊，食食零食先，开住零食嗰板先。系咪行错啊？系啊，你行错咯，你要兜个圈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船到桥头自然直。好、oh、shit， 好、oh、shit， 好痛。
哇！佢哋用中啦，佢哋用爆裂弹啊！哇哇走啊！哇！啲女爆裂弹啊，女武神系好危险啊，大佬！哇哇，唔得要打女武神先，你睇住自己行血。喂，架车行血啊，唔系。你死架车都未死。喂，呢度就你肯定？唔系好肯定。你肯定？啊，要飞出去。S 型走 ，S 型走快，睇下你点样打。喂，打仲好喎、啊。喂。哎 ，OK。之前一开始出，一开始出呢啲任务嘅时候，呢啲女武神冇咁劲噶。哇哇哇哇，大镬大镬！哇，大镬了！伏后马地可以补一补，补一补入半里。得你型走乜？女武神，女武神烂晒噶啦！走。几百米啊！同我撑住佢，上紧车啊！大上紧车，冇力啊！啊！我使最兵啦！诶，得，哇！得翻少少血。啱啱呢个 DLC 出嘅时候，啲雷武神系唔识得用爆裂弹嘅，唔知几时转咗。我有车。而家碌翻咯，神装，碌翻落去扣埋先，扣埋嗰先。架车冇力啦，已经拍晒啦。唔系呢架车本身都冇乜力嘅，你唔好睇得佢咁犀利。喂，佢出晒烟嘅，见到，见到。我叫佢窒咗下，冇事嘅，相信佢。对佢有少少信心，佢先要回应你。你嘅碌我碌过呢条友，碌落啲探员度，有探员已死亡。O K， 我哋用咗六分半钟玩呢个任务咋？笑死！47,520蚊，轻松啊，轻松，好轻松。佢留一手帮我哋，嗰个 S 型走法，有见话你打死。我知识史，你 S 型走法嘅时候，我发觉系中炮中得最密嘅时候，全中啊！多得头先避开咗啦 ，S 型未避少一个都死啦。诶，搞掂十分钟内完成困难难度第二个。诶、下一个系逃出战术啊！你一开一第一句就讲快点强奸我。快点扬恩啊！OK， 我要个追踪弹嗰个喺边啊？呢一个嚟啊！勾我啦！咁叻，自己揸佢。呢个是八发八中，但系需要颇长时间去 lock 嘅。好，我已经 miss 咗啦，第一下八发八中，第一下 miss 咗。诶，go！你到咗啦，揾我哋嘅朋友啊！保护第一个重要人物。哇！你而家开始就已经想谋杀咗，喂，唔好嘥时间啦，喂，好啊！一个重要人物要花更长嘅时间行过去飞机度，你一开始已经嘥咗30秒啦。
行快啲啊喂！行快啲啊！死啦！跟住仲要慢慢行嘅重要人物，我仲要揸架机出去飞，佢会唔识飞直接？呢个有个重要人物，点解会有星？我哋帮死咯！冇死到佢，冇死到，冇死到。我哋系帮紧国家政府做嘢，但系我哋同时要俾警察通缉。点解又飞弹弹翻转头，弹翻上嚟再弹翻转头咧？系好劲嘅呢碌炮，会围住只嘢兜几个圈，务求点都要射中个目标。我要点啊？跟住佢啊！跟住佢啊！点样飞？我飞唔到出去咯。得，去第二个重要人物度啦。哦，你系唔使，你飞走咗都冇事啊。啱啊，即系敌方对敌人明明有直升机，但系佢哋唔识得越过机场捉佢啊。Take them out！ 我睇唔到敌人。啊，有啦有啦有啦！褪后少少啊 ，lock 唔到。哦，我哋搞掂咗 ，OK。顶咗条友啦嘛！我死啦！咩事？啊，我背脊俾人射紧。我 lock 唔到啊！哇，佢个导弹飞咗去向上，再直插我哋啊 ！miss 咗 ，miss 咗呢个情况就 miss 咗。我好似佢又 miss 咗，啱啱我真可以用赞佢百发百中。我 lock 得咁慢嘅。啱啊，攞得好慢呢计。哇！重要人物冇扣过血嘅，虽然话虽如此。要好慢啊！呢、這个时候。其实我手动瞄准咪得咯，唔使lock嘅咁近嗰啲。撞到 Q 死啦！保护直升机，甩落嘅。我哋用咗五分钟啦，排你尾已经。佢哋四方八面咁样嚟啊 ！miss， 哇！就算爆咗个导弹，都继续追踪佢。哇！转咗三个圈咯，围依架直升机嗰度啦。哎，搞掂，成功阻止咗国际事件啊！嗱，走啊走啊，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啊！
我落劲耐先落到架机。miss， 哦，忽然间甩咗声 ，OK， 有啲问水，因为一开始第一个重要人物躝咗劲耐先躝到过去架飞机度，吓、啊？点解中咗佢啊？47,520元。零三三，输我诶。OK， 十分钟内完成困难模式三 over 八啊。今次揸呢个 APC 离岸之才，呢、這个难啲十分钟啊，呢、這、一个。呢、这個嗰架 APC 又真太慢，依架 APC 咧，我仲要等佢過嚟，白痴仔！一路上都煙嘅，你屋企著火，嗰度係發電站嚟噶，哇！平時冇污染得咁嚴重啊，佢可唔可以揸好啲啊？係我。煙霧效果，即係好似戰隊變完身之後一定會爆炸咁樣。你睇到冇？喂，而家有雀咁，你做咩射中只雀？好难射中只雀，你佣兵打捞队已经去到嗰个地点啦。我哋打捞到都系会流通到市面嘅，不过系唔公开嘅市场。依家呢度有洞，以前有咩？咩啊？不嬲都有个窿嘅喎，你唔系对窿特别有心有印象，点解你会唔记得呢度有个窿？吓、啊，呢度有个窿啊！不嬲都有个窿嘅喎，呢度。咪咯咯。啱啊！几耐冇嚟啊？呢度呢架嘢真系好 Q 慢。第一身都睇 cam 嘅啫。第一身。嗰、那個係唔係第一人稱嚟嘅？係主架車嘅主觀鏡頭嚟。你擰翻擰翻轉頭，應該要睇翻自己個樣啊嘛。睇車 cam， 淨係遊過嚟已經用咗兩分鐘時間。By the way， 炸快啲啦！而家仲要睇无人机片段，你有见到我睇唔到无人机？佢有你突咗两支几几高啊！你突咗两支出嚟咯，部手机系。少咗个无人机啊！我仲要潜水，好嘥时间呢个任务真系。呢个潜水中嘅无人机，喂，唔好再嘥时间啦！我驚動咗佢，要第大射唔中啊！哎，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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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OK，OK、okay, okay。喂，
系咪应该我去闹咧？系啊，哎中啦中啦！哇！其实我哋两个都要闹啊！杀晒啲，杀晒啲人先！我中枪埋对面，靠靠！唔好嘥时间啊！闹啦闹啦闹啦！又话闹，而家闹啊！闹啊！喂，架船架 A P C 走咗喂，浮走咗啊！诶、欸，你嗱攞完我执第我执完呢个旧位嗱，攞完去追翻架 A P C 先，但 A P C 浮走咗。一定会喐噶啦，车模啊！咁你唔应该反方向摆低嘛，啱啱？你明唔明我讲咩啊？你应该贴近嗰、那个贴近嗰嚿嘢啊嘛。哇哇哇哇哇哇！虽然我想讲 cover 唔到，但系你应该 cover 唔到我。我都罚唔到你啊！走啦，冇时间啦。得翻唔够五分钟就败咗未？考你揸坦克车嘅技术嚟啦！哇！我哋到咯，仲有照翻城市噶，哎唔玩，唔玩，哎唔玩，行啦，两公里啫，四分钟行到两公里嘅呢架嘢，我相信。我听到飞弹嘅声音，因为有直升机上向我哋射飞弹咯。竟然揾啲樹嚟做掩護，哎中！他哋點解會諗緊係用呢啲車嚟整停架坦克車係？原來呢度有路翻城市嘅。你幾耐冇嚟呢一邊啊？你好似對發電站，即係對東邊嘅地形完全唔熟悉咁樣嘅。啱啊！又有路嚟呢边，梗系啦，梗系有路啦。啊，翻到嚟啦，用咗差唔多八分钟呢个任务，唔错。太易玩了，四万七千五百二十，三倍咗。好啊。OK， 十分钟内以困难难度完成机动作战任务四 over 八，行中败路。阿爸行中败路，呢个帮你读出嚟。呢个唔难嘅，唔失败嘅话就应该十分钟内完成到嘅。
好啦， go go go。好啦，揸车呢啲粗重嘢，就由翻揸车叻嘅人去做啦。你好似炒咗车喎。有棵树咯，我见到系。守住机动作战中心。敌人嘅探员要追上你啦！我哋维持速度啫。系啊，你所以咪留翻揸车叻嘅人去做咯。佢哋系连啲普通嘅车都会射爆。我唔系应该企后面嗰个好啲？咩要企后面？我应该揸第二支炮会好啲。啊！依家唔系复仇者，太耐冇玩，我系要我啱啱用紧车头嗰支炮啊嘛，我应该用车尾嗰支炮。我当咗佢系复仇者，可以随时替换炮炮台啊嘛，唔得嘅呢一架机动作战中心啊！啊，好痛！踩油门啊！我哋嗰只系咩嘅？野人啊？唔系又系哦？普通咩啫？哇！有戰機喎，咩啊？只喺商人车度写干洗服务。喂 ，all miss，all miss， 我射唔到你直升机。哎，得得，中啊中啊中！又有直升机。会射中架战机啊！哇！咩事？应该飞起咗，飞起咗，发生咩事啊？你做啲咩嚟？咩啊？啱啱做啲咩嚟？应该飞起咗。条路窄，架车阔。红咗，大王。喂，冇事啊嘛，带咗佢，补血啦。诶，仲有一架啦，做得好啊！
铲，又你唔好铲落啲探员度又想，一夜铲落嘅啫。呢个好易玩，但我记得以前系唔知边个真系试过失败嗰啲任务。揸车嗰个系完全唔识揸车。OK， 搞掂，任务完成。三再试八个。呢个真系用咗五分零钟嘅呢个任务。OK， 五 over 八，争三个。嚟啦，下一个任务系猎杀卧底啊！边个系艳仔？啊，好搞事啊！嗱啲，好，仲有一辆武装坦白，咩、欸、有人半边啊？有个探员。你去 A 我去 B， 咁啊，你个方向去 B 有冇去 A 啊？你摧毁信号干扰器。呢架武装坦克咧。佢前即系自己买翻嚟嗰架，前面有迫击，前面有导弹，后面有迫击炮，之后个顶有机关枪，但系唔防炸弹嘅，买翻嚟嗰架，系完全系攻击力 mix， 但系防御力系零啊！哇，咁硬嘅架货车。O.K. 摧毁咗一个信号干扰器。其实我记得我之后下一个 point 都要去你嗰边嘅，好似即系完成咗呢、這个摧毁完呢个之后，咁硬嘅信号干扰器。啱啊，硬过你啊！你我点解会唔知道啊？哇！黐線，冇得失控架車，漂移啊！啱啊！依架武裝坦克買咗翻嚟，我係幾乎係自己嗰架係未攞過出嚟用。哇！你嚇親呢度啲人啊！我記得係去安樂島嘅。系啊，系安乐岛啊！输过，唔好跟 GPS 行啊，跟我行啦、啊！你系跟 GPS 行？我唔系，因为我破咗个圈啦，翻转。哎呀，顶你个肺！个 GPS 系带你去高速公路嘅，带游花园。诶、哎，行到鬼！O.K. 最快方法过去安乐岛度。不过最衰呢架武装坦克系冇自动 lock。哇！你吓亲我。用头顶嗰支炮啦，用头顶嗰支机关枪。火神炮，你个导弹系射唔到直升机噶，我射地下啲人啦，
好痛。死なないでください。哎呀！就诶，你得得得，唔使杀晒。喂，佢都有架武装弹翻啦。走，哇！点解隔日降落咗嘅？好閪喺呢度咁样摄入啊！哇！你做乜嘢？喂！你做乜嘢？呢个车咁唔会后前后镜爆开晒唔知咩事？嚟啊！怼冧啊！半边特工啊，唔系半边探员。哇！带住带咗部。大招不？哇！你攞支灯，就系攞啲灯柱挡住啊！得翻四分钟就埋，你咪快啲啊！我系你嚟噶，我嚟噶。敌人喺前面啊！系咪射爆佢车啊？射爆啊！半边探员啦，冇时间啦，我哋已经用咗六分钟噶 ，miss，yes， 系我定你咧？最后系我啊！啱嘅，你前面射咗咁耐大仗，系我杀噶。哇！你咁哇，屌你！就拱条友落嚟，有冇谂过啱啱嗰个先至系喺呢一场战争里面嘅唯一幸存者？就系因为你叫佢落地狱。佢冇死到，哇顶！我炸到自己，大镬冇乜时间，得翻两分零钟啦，应该。哇！肚痛，我顶你个肺，走开啦！我事啦，唔系肚痛啊！近排天气热，都成日肚痛，中暑肚饿。哦，都唔系好难玩啫，点解我记得以前好似好难玩咁？55,440，系失败先算啦。睇嗱啲，头先就系攞50,000几就失败啦。哦，系你啫。诶，六 over 八啊！而家争两个暴君任务就搞掂晒八个。嚟啊，资料泄漏，睇你泄漏啲咩啦，今次。揸暴君啦，唔系揸暴君，揸点解你会喺啊？骷髅马啦，直接攞骷髅马攞去佢暴君嗰个所在位置啊！唔好搞咁多嘢。坐我嗰边，坐我嗰边，落翻车先，落翻车先，喺我嗰边上。点解咧？
后面嗰个射开枪范围大啲啊嘛。你前面射唔到后面噶嘛，但系后面可以反而射晒前面同后面啊。你几耐冇揸？几耐冇玩过呢个骷髅马？我唔会玩骷髅马，坐骷髅马。因为你平时做开揸车嗰个啊，所以你唔知道里面嗰个开枪噶嘛？系咪好难咧？今日我揸车。冇啊，因为啲其他都系我揸，所以就唔系咩难得嘅。其他任务都系你揸。但喺当你揸车嘅时候咧，就我好兴奋，啲 appeal 嘅嘢系咁样揸车。啱啊！人哋揸车嘅时候，我系唔会赞佢，但系我揸车嘅时候，我就要人哋赞我。喂，喊出嚟入唔到啊！顶，哎，算啦，落车打啦咁。咩又会？挡住我哋去路咁搞咗，早啲攞暴君马超直接飞入去算。啊，好痛！啊，当年出呢个任务嘅时候，见到暴君简直好似发现新大陆咁样嘅。应该揸车入去，佢爬咯。系、哦，你啱喎、哦。咁点解？既然你提出呢样嘢，点解你唔揸车载我咧？多數咧，去到講得呢個説話嘅時候，我哋睇台詞，一定會繼續跑落去啦。就好似等車咁啊，等咗十幾分鐘，你先發現架車原來冇開出嚟，又或者行車又阻又阻，咁你仲應唔應該繼續等耐我？行車緩慢。其實咁係嘥時間噶咯。係啊，因為我哋應用咗唔少時間都入嚟啦。唔同火力，喂，唔好俾泄漏资料嘅，又落入小偷手中。点解资料成日泄漏嘅？会唔会太渣咧？诶 ，IAA， 唔好保管自己资料。个枪好啦。诶，你打咗个啦，你终于打咗个。放炸弹，但系我系冇杀到任何人我个炸弹。哇！一炸嗰啲暴君好笑啊！走啦！而家仲未俾加速住啊！而家加速会死啊！原来呢架车有安噶，一直都唔知道原来暴龟有安。系有个炸弹喺耳边擦过，有少少恐怖。冇事嘅。哇！差啲飞起飞失败。当年暴君啱啱出嘅时候，我哋誉为本世纪最伟大嘅发明。虽然而家都系，自从好事。佢呢架冇事啊！任务期间你炒车系，除非你炒得好硬啦，如果唔系佢唔会咩，唔会跌落出嚟。器材啊！如果佢唔系暴君 Mark Two Love 咗嘅话咧，暴君 Mark Two 而家先至系本世纪最伟大啦。如果你揸得纯熟嘅话，揸暴君其实系快过暴君 Mark Two。未啊哟！要逼我，我知道你想撞到我度，佢系统唔俾你咁做，你去边啊？上唔到去咯，我系要上唔到去啊！你做乜嘢啊？你喺度系咪因为我喺里面？要上去，系啊，要喺上去啊！喂，冇时间，上唔到去噶而家，吓？
畢咗。你睇我直播，做緊乜嘢？你試下落車不如。嚟啊！靠你啦！我哪里？好。你系有你系有一发仲未射我怀疑，跟住我一上车嗰下佢就射咗出嚟。嗱先，好核突，一发未射，49个，唔错啊，成绩唔错。好，七 over 八啊，十分钟到到完，争一个啫，争最后一个都系揸暴君嘅。最后一个。工作糾紛，我記得當年我係啱啱開始經營呢個 YouTube channel 冇耐，我就係發布咗幾多條片，就係呢個工作糾紛呢個任務。咁啊，幫我奠定咗我而家呢個 channel 嘅基礎咯，叫做好啦，咁啊，開始啦。工作糾紛，幾時先可以俾我哋買呢架機俾自己啊？好想要呢架機。啊 ，go go go！我唔應該咁快噴氣算啦。今次嘅糾紛涉及貨機啦、改裝機車同埋重裝甲車。我 miss 咗架 ，nice！ 打呢隊武神先。我一次见到女朋友，打女朋友先，未都未出嚟，唔得，太有呢个 PTSD 啦！佢自从唔知几时改咗啲女朋友，先有得用迫击爆咪爆裂弹之后，哇！见唔到啊，女朋友啊，第一追紧你，阻住晒，哇 ！Oh no！ 你已经失败噶，系唔系？冇事啊，佢冇佢个。正邪呢个生涯条件冇话唔可以死，就系话唔可以咩啫？保车就系要十分钟内之内完成。依家真系转嚟转去嘅。佢话：喂，女武神好危险嘅咧，而家。诶，得啦，移动已经冇你嘅事啦。好啦。你真系挂，即系挂名嘅啫。因为机动作战中心唔俾单人玩。Oh shit！ 好似唔够冲，唔够争啲，唔够冲嚟争落海。好似有女武神喎、啊，你嗰边系嘛？我唔知啊。系啊，希望冇，诶、哎，冇搞到你啊！希望你嗰边又出女武神喎、啊，好似佢死咗啦。Nice！ 啊 ，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边啊？偏离咗河道啫。啊！我见到你嘅飞弹啦，都系我嘅。就得啦，呢度冇你嘅事啦。我话斋俾个警察夹。要蜻蜓点水式咁样补充佢黄色嗰行吧。哇哇，冚咗棵树度，喊出嚟，喊出嚟，太耐冇揸暴君。
就資產方面嚟講咧，你係好有用嘅。既然物化我哋，哦，啱啱好一齊到喎，小哥。啲唔該撞佢啦！佢夾硬整停咗我哋啊！36个 ，OK， 唔错，应该呢个五分钟内搞掂咪 ？OK， 十分钟啊，内以困难模式，困难难度完成各个机动作战任务，8/8搞掂啦！我仲解锁咗啲件新衫，呢个叫滑头先生而解锁。咩叫滑头先生？咁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我睇一睇个生涯先。个生涯都完成晒啦，咁就系呢个生意嘅军火走私，咁啊四级完成晒，咁啊解锁啲咩咧？送架 Sio FAV 俾我啦，虽然我本身都有，系咯。咁好啦，咁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今次机动作战中心任务3倍咧，系会去到7月10号嘅，咁大家记得把握机会玩啦。今日就嚟呢度，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 我系香口 Carl， 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